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CFPL 2013穿越火线职业联盟电视联赛第三赛季的比赛直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常规赛第二轮第四场辽宁倾城对阵 AGQ 会员时空战线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轮的一场焦点之战。这个辽宁倾城在第一轮当中战胜了实力强大的 IG， 而 AG 时空战线呢也是表现非常的抢眼。那 A 哥，我们刚刚呢已经分析了这个辽宁倾城这方面的优势，那么再来跟我们说说 AG 这边有什么优势。 AG 这边亮亮加盟无意中给这个队伍提高了很大的一个能力，但是我说的是这场，其实这场比赛的话外的话题其实会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知道AG 的原 AG 队员，包括现在的几个，就是70 PG， 现在他还是AG 的队员，但是因为租借到倾城嘛，等于是一个租借式的这个转会。那么他现在代表倾城要打 AG， 这无形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到底是70能发挥成什么样？因为他本来就是已经是神了嘛，他能够发挥成什么样的结果，能不能真的是带领倾城打翻 AG， 这都是一个可以说值得看一个点，对，那其实呢，我之前一直在考虑，就是说，70到了这个倾城以后，现在面对原来的这个队伍，原来的队伍，就是说，怎么说呢？他对原来的队伍应该很熟悉，虽然说有过一定的阵容调整，但是说整体的一个风格还是非常了解的。会不会说在整个的战术风格上形成一种针对或者克制都很难说，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点。而且我们知道 AG 队长是伊文，就是郑鹏飞，他以前是倾城队友，俩人一起拿过世界冠军，对，所以说非常的关系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就是那种兄弟情非常的深。是，那么这两个队现在各为其主了，对，现在可以说是要真正打一场对决，所以我真是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对，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 CFPL 第三赛季的这个官方的竞赛下注当中去，你到底支持哪支队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出场阵容。好，70KGG 就是我们的70K， 这次也改名了，是这样比较萌一点。对，击杀比1.29，也是占的全队最高。反观我们这边AG 是亮亮，就是李斯南和亮亮，李斯南上次应该是有42杀，如果没记错的话。亮亮是 GRB 很高明队员，可以说主道对决上，就这场比赛很好看点在哪儿，就主道大家都是钢枪，这有没有问题？但是辅道的风格特异，我们知道三三跟绝技的辅道是以灵动著称的，尤其是三三特别喜欢从中方跳主道，这是他一贯打法，也是一种成名打法。而反观倾城这边的林肯跟 solo 的辅道呢，就是那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硬一点、比较刚一点这种辅道，所以辅道对决依旧是这场比赛很重要的看点。那包括70的狙啊，包括李斯丹的狙啊，也会很漂亮的对决，对，这场比赛看点多多呀。对，那其实呢，刚刚的两队的队员呢也在下面看了第三轮的比赛，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 TD 当中有所借鉴，或者说直接实践到这个比赛当中去。其实倾城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倾城的林肯跟 solo 是以枪狠著称的，他们其实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压制住三三的跳灵动，是就是把三三打到家里去，不让你跳，不让你去发挥，可能 AG 就不好打了。是，但是我们知道 AG 这边因为 AK 那就真是没谁了，对，没谁了，就是没谁了，就是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三赛季的总裁班长杨柳，现在是交换队旗的仪式。我们本届大赛呢，杨柳私下跟我说好在裁判长现在不用说话，因为他现在声音已经完全变声了，发不出来了是吧？完全变声了，这根本就不是本人的说话声音。是。然后我们看倾城换队长了，由原职恩昭路虎的大米来交换队旗。李思南呢是李思南是这个原因很简单，这个伊文跟我沟通过，就是说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李思南个最高，肯定选了一个高的上去，对方一个压制。这个我也听说了，对，也不是一种压制吧，就是说首先在这个交换队旗的这个气势上，起码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象征着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好的寓意吧，对，是这样、对，到底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对决呢？还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发送短信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大写字母 AK 加留言到10660022677，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 CLPR 官方论坛的这个直播互动讨论帖的讨论中来，都有丰富的这个虚拟的 CDK 以及还有实物奖品等着大家。同时呢，我们桌上这两个 Q 会员的公仔也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那这场比赛呢，也是相信很多的玩家也是期待了很久了啊。第一场比赛，我们辽宁倾城的首秀打的是很不错的。那从我们从说先说这个官网上的赔率来说吧，不是特别的看好他们，我其实也很诧异，就是说第二场其实很关键，就是说他们能不能
表现出来就是一如既往的这个强势，强势、哦、对对对对对，其实大家也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如果说在这个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同样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强势的情况呢，相信他们的人气肯定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看我们的巨神啊、嗯、其实大家想的巨神应该是那种很凶狠、嗯、很霸道的那种感觉，对，就是 KGG 对吧，就感觉就是很萌，一直带着笑，这种微笑的杀手太可怕了。反观李斯南那边是比较年轻，李斯南个人特别高，传说中他进 AD 的时候他是一米七，现在是一米九，你说他吃成什么样了？那天采访的时候他说了，进去的时候是一米八，那么不大，我听他们说一米七，一米七吗？状态、枪法、意识两人差不多。对，包括第一场李斯南的四十二杀，就给他一个一下就把他整个的数据带起来了。对对对，非常的抢眼。但是谁对七零都没说，一路七零的狙好快。七零的鼠标速度是十五，嗯，一般大家都是四五，它是十五，对，很快的。其实也是个人习惯问题，那个，所以非常的快，找点找得非常准。对，你要快的话，你容易甩过了。其实大部分狙击手在打背身的时候是很无奈的，很无奈的，根本转不过去。而七零就无所谓，七零就无所谓，来来就来，我转得很快。B 三三对 solo， 这是两个就是状态分明的这么个选手的对决，因为三三是以灵动走位著称，而 solo 是一个稳定枪硬来著称，这两个对决可能是影响到本场 TD 比赛的一个关键。包括单说实力也是相差无几，因为今天的四个队都是上周的获胜队，是，所以状态都非常的好。那其实今天的这两场的比赛呢，可以说是四强的一个争夺战，除了我对这个能影响排位的，对 对, 对，影响排位的。那三三呢，今天我也是看到他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说、啊、昨天晚上没睡着还是怎么着，紧张的他就好装，这个你可能上因为你可能都比较了解他，第一赛季就昨天说我没睡觉我紧张，然后就来个几十一十杀，你想麻痹对手，对，麻痹对手是吗？对对 对，其实人家根本不吃的那一套。当初第一赛季当初是 AG 打那个东家 AB 的时候，是他们四个人去一个屋里去去研究战术，三三去 AB 的房间里边去给人捣乱，嗯，印象深刻。论坛3845楼说支持倾城爆破，确实细节处理得很好。好，绝技对林肯，现在林肯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就是霸主这么一个选手，肯哥嘛，现在我都不得不都称之为这种肯哥了，确实是凶悍，里边有点发福，就走的是提升路线，越来越胖，是。而绝技这个选手呢，第一赛季非常发挥非常好，第二赛季是因为就是整个队伍没有出现，所以就是失去了这个能力。对，这一赛季是重新打回来，他比任何人都想获得胜利。对于一个胜利的渴望，对于一个唐宝清荣誉的渴望。我看到林肯貌似很放松的样子，很轻松。林肯真的胖了。是。但胖了好像不影响他发挥哈，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反应不受影响，不受影响吧。那之前呢他是以爆头率非常高而著称于第一赛季，那我们第三赛季采访，我们第三赛季采访的时候他说呢，现在不太追求爆头率，能杀人就行，要的是胜利。对对对，能，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说能赢就行，已经不太追求于这些数据上的个人东西，其实已经不太看重了。对，他获得过 CFPL 冠军、嗯、他获得过WE 世界冠军，是荣誉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从更直观的来数值图雷达图来了解一下他们两边的情况。我们看啊，辽宁倾城跟 AG 点 QQ 会员点使用战线的整个数据来图差不太多，反观倾城可能要稍微强一点，因为倾城上次上一轮战胜的是 IG 嘛，对吧？也，我们这次 CFPL 也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 solo 跟林肯是100%参赛获得冠军的队员、嗯，这是唯一两个。雷亚图也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我跟林肯开玩笑嘛，我说你看谁像你似的，你跟 solo 一样，对吧？参加一次 CFPL 拿一次冠军，谁都走不了。他说那我这次不参加了。啊，是。在团队默契方面呢有一点点小的差距，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是这个图呢也是仅供参考，具体的表现呢我们还是要到这个比赛当中啊上来之后看看他们的手感到底怎么样。我们的第一张地图呢使用的地图呢是异域小城，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过了，这张地图上有没有说两个队伍有没有哪个是比较有
特定的有比较优势的。因为倾城是钢组员队伍，他们没有参加之前的比赛，所以这个数据对他们来说就是零，是零。嗯，所以我们要看他怎么去开拓他这块的版图。那 AG 呢，在上一赛季这张地图上，就不是特别乐观，不是特别乐观。因为 AG 上一赛季是以里昂七零 Even。为主的这个选手架构，是他们这张图中其实吃亏是很大，嗯，吃亏是很大。但是他们的亮亮是重新来的指挥嘛，指挥一换，风格就会变。哦，唯一不变的是枪法，风格就会变。所以看他们能不能在这张地图上对倾城给予一个打击。嗯。也是呢，这张地图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以这个地势比较复杂啊，各种阴点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比较大，对，图比较大，转起点来呢也是比较麻烦，比较困难。所以说你在战机的把握上是瞬息万变，可以说，对，你如果说飞想前面经过一阵的这个卡点之后，如果说再轻易的转点的话，会比较时间会比较紧迫，对，时间会比较紧迫。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前期压时间的话，比如压一分钟、压一分半，那可能对你后期的转点，就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了。对，你就踏踏实的，对，就踏踏实的该打哪个点就打哪个点。如果要前期打极近的话，就是前期就压制的话，那你可能转点有点时间，但是你容易被人家针对。是，就你前期大家都防守都挺好，架构也不会变，也不会调动。这个时候呢，你打一个比较激进的话，容易出现无限冒失，这种情况。所以这两点当潜攻其实还是比较难的，还是比较难的。这轮的比赛呢，我也是非常的关注，因为我特别想看到，就是有队伍能够在栅栏门方面，在保卫一方的时候能够有突破，就是他们有没有就是新的哪个战队有没有新的思路，在栅栏门这个地方处理的非常非常好，作为保卫一方的时候。其实栅栏门那边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对方在 A 点下包，然后你要从栅栏门防守的话，我其实也好破，就只要你有一个人从正点去正面打一个交叉火力，其实可以破掉。但是因为你说的时间的问题嘛，你栅栏包之后时间很短，很难有专门人去绕到反方向，就跟昨天的可乐最后打马哲一样，他就是去绕了，绕效果也挺好，但是呢没有时间拆包了。是我们反观，其实潜伏一方呢，在把包下完了之后啊，它是非常非常灵活的，因为它有两个口，这边还有一个很好的掩体，对，一个交叉火力可以打到，对对，是一个交叉火力。即使你在这边把这个队员打掉了之后，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他在另外楼梯上面上来之后，也是能够完成一个就是击杀，对，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一个地图。我们这个公仔呢也是比较调皮，我们这个公仔我们也一直在琢磨着什么时候把它送出去，送出去，对，也是希望大家给他找个主人，对对对，给他找个主人，他一直比较调皮，所以让他养着吧，没办法，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论坛的互动中来。这个小的公仔呢，我们当然会拿一个新的送给大家啊，会拿个新的送给大家。我们的短信呢也是在持续的接收当中，我们这个发送大写字母 AK 加留言到10661266677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呢，我们的 CDK 也是在不停的滚动在我们的屏幕的下方，希望大家准备好手中的这个利器。好了，我们的所有选手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常规赛第二轮第四场辽宁倾城对阵 AG 的比赛马上开始。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CFPL 第三赛季第二轮第四场的比赛，辽宁倾城对阵 AG QQ 会员时空战线。那么地图是异域小城，处于潜伏一方的是辽宁倾城，处于保卫一方的是 AG。刚刚收到小牛的消息，我们2132楼有 CDK， 可能已经被好多人领掉了。我刚刚看到这个消息，希望大家继续踊跃的参与我们论坛互动。比赛已经开始，我们看看双方的采用一个什么战术。好，怪咖是看，哎呦，保卫者三三跟李四三前压了。哦，三三撤回去了。
李斯呢应该是架狙枪吧，他跟绝地在 B 点相当于一个互动，而清城里面很稳，并没有打 B 也没有压 B， 是他现在压时间，就刚说到这个问题，你要压时间的话你就别太准备转点。对，现在 solo 守住 A， 看有没有 A 点，有没有压面保卫者，而林肯守住中路，哎呀，漂亮，七零这个枪掉了绝技，那 B 点就好打了，好打了，顺势一松了。你看有些队伍其实在，比如说在这种试探进攻的时候，占到便宜之后直接就转点，对，这是一种战术，一种策略。哎，现在清哥是求稳定一点，对，现在好像就有这种趋势啊，又回到中路了他们。对，要他们转到 A 了，他们认为会有很多保卫者去支援 B 点，其实则不然，其实 B 点空了，也是相互针对嘛，就是你心理战是吗？这也是一种心理战，你肯定觉着我要守 B， 其实我就不守 B， 是，伊文果然打掉了林肯，在这个位置上人数相等了，哦，漂亮，哎、漂亮，伊文是打掉了 solo 而麒麟用雷是击杀了伊文。其实现在看清城就亏了，其实我打 B 的话 B 是空的，亏了。嗯，我们30秒以后第三轮 CDK 会在屏幕上滚出，大家准备好手中的工具。那李斯丹是全压了，李斯丹全压能不能，哎呦，这边的怪咖是进入到了 B 的区域，是要我是他的话就去 B 连接多好。麒麟一个雷杀一个手杀，对，好像杀你这几位狙神手枪其实都手枪功底都非常过硬，老练。其实 AG 这边有点劣势啊，哎呦，怪咖漂亮，剩十三一个了，一v一怪咖对33。从枪线上讲，正远点的话还是33的合适一点，可是怪咖的枪也很准，看到了，知道位置。我们看他，他从来不跟对着去，他打你屁股，漂亮！哎呀，漂亮！怪他这个枪啊，33是没敢跟他去硬拼，他是用他的方法就是绕，对，没想着硬拼其实。按这样的话，应该用 M4， 你用 AK 的话，就是对这个整个这个效果就要求就不是特别好，因为他毕竟他压枪比较散嘛。是的。我们4121楼的观众说 ，CFPL 年年办，越办越好看，明星有大腕，比赛很好看，主持又耐看，解说更精彩，队员天天换，舞蹈满场转，队员天天换是什么说法？不太同意啊，说年年搞突破，年年很成功，看来又看去，花样天天有，然后说了半天还是求 CDK， 反正这要是我就给他一个，是，这个让他去觅小牛吧，还是。是我们看第二局的麒麟啊，又麒麟又是率先取得了优势，麒麟已经四杀了，现在是4v4，但是清城没有狙击手，而 AGQQ 会员这边是李思南率先的，李三用的也不一定是狙，反正肯定要是我觉得应该用狙，因为毕竟是保卫者嘛，应该是用狙的。A.G 这边先损了李斯南，然后李斯南也掉了。嗯，那这样的话就是四个人都不是狙击手，八个人都不是狙击手了。亮超过去了，亮超了，从 A 点超过去了。现在所有群众准备打 B。哎呀，亮跟伊文支援有点远啊，这么打的话不合适啊。就这个超人这个动力就是很难判断，是如果超的好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背身，超不好的话就是支援不够。看伊文这边，哎呀，漂亮，伊文到了，漂亮，哎呀，但是伊文要打掉林肯，这个挺遗憾的，挺遗憾的。你看亮亮支援的很慢，他最后是被怪咖给打掉了，哦，一个雷，哎呦，一个雷，哎呦，怪咖多鬼啊，对，多鬼啊，直接跳出去了先。我看亮亮这边啊，还在那穿，啊，没人了，没有人了已经。不过还好，还有机会。现在包还不是那么紧张，还不是那么紧张。嗯，这两面这，哦，漂亮，哎呀，漂亮，nice，亮亮的两个炸，非常的漂亮。我就不懂他那个包下的其实有问题，下这个下中路包多好啊，你下这个 B 点包只能去跟在这个位置上守。对，
手包手的这个包位置按的不理想，要不然就是两个人去 B 点去压也行，去后路一压，因为你手的这个按的是 B 点包，你就不要在那个位置防守。哦，亮亮使狙了。哎，西藏拉萨的一位观众发来短信说，最近看最想看的比赛来了，七零租界倾城会放水吗？林肯到底是林肯到底刚还是伊文猛，三三摸还是怪咖牛，太期待了。西藏拉萨的朋友真是不容易啊，那么老远。 是而且还发了好几条。哦，漂亮，怪咖是打掉了前压李斯南，李斯南影拖了，让他哦漂亮，大米打到绝技。你觉得雨辰，你觉得 AT 打得特别的极端了，他特别急了吗？就你防守方，你何必要那么着急？不着急啊，根本就不用着急啊。他前压的很厉害，就连我这个菜鸟都知道，作为保卫一方的时候，根本就不用着急，你就等着他来就行了。菜鸟不是花小鸟吗？菜鸟我比他还菜啊，问题是。对，就这么打得漂亮，一下转瞬之间就形势扭转了。就你不用着急啊，你是防守方啊。三 v 三的一个残局，倾城这边血量上是有点劣。倾城也逗，你就哎呀，竞争上就抓是呗，对吧 ？Solo 中路过来了，哦，打掉，真的哇，真准哎，真准。进入了保卫基地，背身，哎呀，漂亮，打掉了 Even， 只剩三三了呀。三三已经三杀了还是四杀了？在大喊下包呀！看到了，漂亮！这个只能说反应真快，大米太坏了。是，他喊下包，他其实他就是迷惑对方的是吧？没在包点啊，太坏了，太坏了！真的是太坏了，李旭上真太坏了，这个太过分了，我都被迷惑了。我说，哎，怎么可能下包呢？没得包点、啊。大米的经验也是非常老道，非常老道，非常老道。他是整个穿越火箭里边最早的一批玩家，也是队长级最早一批玩家。对，就跟白沙呀，像跟麒麟啊，都要比码头都要早。那个年代的选手，都是古董级了。哎。我们4252楼的说，因为支持，因为七零，所以支持倾城，倾城加油。他说支持。我们先看比赛，其实节奏挺快的，其实。好，三 v 三，现在是在 A 点的一就看蒋天门了，栅栏门，你说那个位置，栅栏门了。看整体的整体的生命值上是一个劣势。那果然他们是采用两个方向，哎呀，漂亮，林肯压出去了，漂亮，林肯的枪，林肯这个枪啊，太狠了，太狠了，哎呀，林肯这个枪啊，很随意的三局三杀啊，我们看 Solo 打得很兴奋，非常兴奋。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玩家们都期待有女子赛的上线啊，希望这个女子们也展示一下身手。这事好办，我们大家教一下小窍门啊。嗯，想要女子赛的是微博艾特穿越火线，艾特穿越火线，艾特火线姐是吗？对，艾特火线姐。好，北京的一位观众说 CFPL 可以触摸的电竞梦想， CDK 遥不可及的奖品梦想，求 CDK。 这是有多纠结。是多纠结。我们看现在倾城是 Solo 还是守着 A 点，怪咖看着 B 点，中路三个人，哦呦，一枪两个，肯定要上 Top 5了、这个、这就是大炮的威力啊。对，一枪两个，这肯定是要 Top 5了，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一箭双雕。倾城这边很喜欢在这个点下包 B 点吗？嗯，不是很喜欢在这个位置，你说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位置、对对这个位置你要是这么守，你就去那个 B 点去守、就是 B 点外头去守、你这么对抗的话没问题，有掩体，如果对方是以那个中路过来的话，那这个点没问题，
就怕对面是以那个 B 点入口分的话就不好守了。哦，三分四，漂亮，两个，哎呦，又是林肯，这个、又是林肯，又是林肯啊！我们现场观众掌声雷动啊！你发现了吗？我觉着今天好像大家不是来看汉宫对精英的，而是来看倾城对 AG。是我们从现场观众的反应可以窥得一丝丝端倪哈。看来七零的粉丝真是太火热了。对，太火热了。其实我之前在看这个论坛的时候，我们前面比赛的时候都是在说前面一场比赛，嗯，然后现在这场比赛开始了之后，大家又转到这场比赛了，所以说观众朋友还是很忠实的。不可否认，这两场比赛都是非常精彩的，没错，带来一场非常精彩，周末看的绝对值。是，说4265楼说力挺倾城，最喜欢肯哥了 ，AK 太硬了，确实，从我们刚刚的表现当中看出来，确实是这样。同时也希望呢 AG 能够及时的调整，比赛才刚刚开始。你看这边伊万人对阵的是林肯加 solo 两个人，他果断撤退了，这是对的。你看呢，这场其实上半局打下来到现在李思南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发挥，是这样，和上一轮的一个状态简直是有点判若两人的感觉。看 TD 吧，是现在4-1差距有点大，但是还来得及，还来得及，还来得及。这局很关键，5-1跟4-2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差距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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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之差相隔万里。而且现在这个从时间上来说是对保卫者合适，从位置上来说也是对保卫者合适，因为从我们目测，我们通过屏幕看的啊，对，这个、我们有顶视图，我们可以作弊，不是我们分析的，不是我们分析的准。从顶视图上看，现在京城是要打 B 的，而 B 点在各个位置上都有。A 级的选手，是，你看这是这个位置一个，对吧？车库是一个，然后绝技是在中路，然后33是在 B 点，所以说对这个 B 点包围非常的，哎呦，但是 solo 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位置，这是干嘛呢？插入到了伊文的后方，但李思南也在他的后方，哎呦，这个 solo 的位置好危险啊，很危险，他要也可以说是好奇怪的位置啊，是，起到效果就 OK 了，对吧？是，必须要下班了。现在下班了，9秒钟。现在只剩林肯和 solo。林肯要下班了吗？林肯下了吗？林肯下了，还好，只剩5秒钟。然后去保卫者基地去找一圈人，找个背身。solo 和李思南，我们看他这个包的位置，就对，就下对了，对，就下对了。嗯，他是正方向的话就 OK， 就舒服。李三那边就不好上了。我们看林肯的表现。林肯和李思南，哎，可发现了，暴露了，这一下暴露了。他算到李思南他们会用 B 点走，所以包在这个位置，对，他就可以这么防守。哎，漂亮，很舒服。哎呀，漂亮啊！对，这个包的位置，他完全可以去这么去在这个原点防守，是对吧？那如果把包按在反方向呢？对，搜了就不可能在这个看不见了，根本就直接就可以拆包了，就打掉林肯之后就直接可以拆包了。所以你别看拆包，这按包的位置是在两个上下就前后两个部分，但它你就至少你防守位置就会变很大。对，我们今天看搜了继续是看着 A 点，5-1哈，5-1上半场 A 级不好打了，真的不好打了。然后也是 A 点也是烟雾重重的。我们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观众发了短信说，能看到这么精彩的 CFPL 比赛，很感谢 CFPL 满足了我们这些玩家的渴望，祝 CFPL 越办越好，也希望大家发送短信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大写字母 AK 加留言到10660226677，我们的 CDK 会不停的随机的发送到你的手机上。我们看这一局现在比分是5-1，目测是倾城要往 A 点走，但是从哪儿走？是从大道直接冲进去，还是有小道？是两个大道，两个小道，还是全小道？都是不同的讲究。反正现在看位置来说，AG 的 A 点好弱啊，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就是要走小道了，只走小道了。大米大道同时走，大米对，哎呀，没想到是大米。
哦，漂亮！这只能说那个是，亮亮是没有打死大米，很可惜。怪咖在后面，这就不好打了。中路，中路是李斯南。怪咖被李斯南击杀。那这样的话，李斯南有点难啊。有点难。不用管了，其实不是有点难，是很难啊。你得不漏了，大家都坏，都炸了，又是栅栏门来了。你这个这根本就没希望。开包。来这边根本就没希望，哎呦，穿死一个，穿死麒麟了。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没有子弹了。哎呀，我们看其他人就是卖，根本就不管，就我的目的是赢，赢就是包炸，就是赢。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没血的就躲在后面，就根本就不出来，不露头，根本就是卖，对。血多的我就上去卖，你去跟他耗个时间，耗个十秒二十秒的就可了，可以了，是死就死了，无所谓。就大米血多就在站上面卖，你随便穿，我反正满血。三三是一枪打掉了 solo， 现在是亮亮幺二，亮亮和伊文同时全压了，同时全压。亮亮应该已经告诉队友他们打 B 了，应该已经说到位了。是。亮亮可以继续走啊，胆大一点。怪咖摸到了 B 点入口，四千四百五十七楼的观众说，打了四五年 CF 也算个老手了，从第一赛季开始就很喜欢时空战线，喜欢李思南，还加了李思南的 QQ， 但是听说他后来退役了，很惋惜，然后又回来了，他感觉到很高兴。李思南根本没有退役过，他是瞎说。李思南之前是在倾城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 AG 了，是。就是因为倾城没有第二赛季没有出现嘛，所以大家以为那些队员消失掉了，其实他们都在的。对，都在。现在是大米跟麒麟的组合，要打的是李思南跟绝技，双方都有一个狙击手，都有狙击手，时间还有五十八秒。那比大米血量可不多了。我们看到 AGQ 会员这边，在第一张地图上好像没有用狙的意思啊，根本就，全都是用机枪。时间可对倾城不利了。时间非常不利。麒麟端着手枪就过去了。我们看大米这边，现在 A 点属于一个很空的一个情况，没人啊，根本就。赶紧张包，赶紧下包，赶紧下包。我们看，又是栅栏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在是一个人从保卫者基地，一个人从正口入。哦，这个是，这个可以破的一个位置，但是血量，最近可不多。对，大米这边血量很不好，很差，状态很差。我们看麒麟这边，麒麟要对上了，差点，能雷炸到，差点。差一点。哎呀，漂亮！麒麟就是麒麟啊，这应该是盲的吧？哥，这要用手枪吗？这要用手枪吗？非常的漂亮，7-1。麒麟刚刚那一狙，我感觉他没有开镜啊，根本就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根本就没看见，根本就没看清。而且我们知道他的最后就是说，他最后了解到绝技血很少嘛，是坚决用手枪，就不用狙了。非常的就是准备的非常充分。我刚才思考过，就是说刚才李思南和这个麒麟无数次的相遇的场景是麒麟怎么开镜，然后怎么用一个击杀，结果没想到是那样一种情况，瞬间一瞬之间啊，反应太快了，反应太快了，麒麟就是麒麟，这个是永远无解。你不像有些人说什么杀马对决是等等吧，对吧，就全是有些对抗的看点，但麒麟就是神。是，我们也期待伊文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因为他很多的，你看林肯又倒上了，林肯又倒上了，是买上了又，很多的粉丝们都在期待着伊文能够有好的发挥，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比赛，都在呼唤伊文啊。
好，那刚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上半局的一个慢动作回放。我们看这是林肯在 B 点的一杀，然后还有第二个，哎，转型帮助怪咖打到第二个，这个是亮亮很漂亮，一v 二，而且都是在双方跳的情况下，第一个人跳出来，是，拉过来，第二个人跳出去，对，飞起来打掉，很漂亮。这是刚刚拿下那第一分的时候，算是第一分，也是唯一的一分。这个是林肯出来就爆了一分弹头了，这个是轻松轻松三杀，跟这打绝地，对，一拳打掉。这场比赛又复制了前面汉宫对精英的那场比赛，比分也是比分完全一样。这个、真的是出奇迹的地图啊！是，太意外了，其实挺意外的，我挺意外的。我们等会儿应该有七零最后那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队友点爆的很准，两个人，哎呀，捕捉到了这个精彩的瞬间，好厉害，非常漂亮，好厉害。这个盲，对，就是这个，这应该是盲的吧？紧接着就是手枪，他对队友报告了，这个血量会很低，就能够了，用手枪的准星，对，一发两发，我们看两发子弹了，攻击三发四发，漂亮，四发子弹。怎么说呢？拿什么来形容呢？你说，这个今天这么快的狙，还有那么厉害的手枪的技术，今天七零神了，神了，又是雷杀，又是手伤杀，神了神了。我们下半局的比赛对于 AGQ 会员来说压力很大，又是一个对方只要获得两分就能拿下整局的一个情况。我们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 ，AG 这边明显技术低好多，是。哎呀，加油吧！4596楼说 ，AGQ 会员施工战线加油，你们必胜，也是很多的粉丝在给他们加油打气。今天 QQ 会员两支队伍都现在很被动啊。是，及时的调整吧，希望在 TD 上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你这局已经被视作结束了，七比一，你说在咱们。三届的历史上，就说七比一能翻盘，没有几个，一个没有，没有吧？没有，对吧？七比二，我们有翻过一次，翻过一次，对对对，昨天就翻了吗？不是，昨天那打平嘛，昨天打平了，巷战最后也赢了，也算翻盘。第一赛季老肖带队被人 solo 过，对，上半场七比二，下半场先拿一分，然后就拿不到分了，对，然后自此老肖的 debuff 就传开了，是。我们小牛给他的称号是水枪王，水枪王肖玉成。但我说论枪法，还是老肖肯定要比小牛高一些，这肯定的。肯定的，他们在下边无数次约战，小牛都以种种借口，对对，种种借口来逃避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从理论上讲，其实老肖已经赢了。是，其实都是开玩笑，都是调侃。对对对，就玩嘛，大家闹着玩，关系都很好。我跟小牛商量，我说这人不如就以后这个微博话题叫做全民枪王就完了。是全民枪王。我连那你那么菜，对不对？是，你都可以向肖玉成挑战。我们的短信平台狙击一枪，漂亮，提前推进，漂亮。他们是放掉前点，来压后压这个炸弹攻击后点，这么帅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打法，就是说，前点人不漏，然后摆所有对方，因为对方都以为是你在一层去布防，没有空的，然后再炸了门架手布防，这个是把人所有人引出来，然后打这个点。我们知道这位大米的指挥，从目前来看啊，大米的指挥非常完美的，没错，确实是非常的完美。C4 留在了伊斯丹身上，这是赛点了呀，这是第一局的局点。要是以一个七比一、二比零带走的节奏的话，这个不光是伤这样的事情，伤整成这个队本身的事情就太伤了。没错，一文漂亮的打掉了，走了，怎么上来的呀？绕了半天，瞄了半天。漂亮，一文这个漂亮。反观林肯那边也是两杀。一文七连包两了，
哎呀，大米，哦，看到了，哦，拐咖，拐咖跟七零要对的是亮亮，亮亮是狙，亮亮是个，哦，漂亮，哎呀，七零啊，那么恭喜是倾城拿到第一分。好的，在第一局爆破模式的比赛当中，我们的倾城是以大比分的一个优势，摧枯拉朽之势，对对，摧枯拉朽，可以说是摧枯拉朽之势吧，然后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这场比赛呢也是看点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更多，也希望呢这场比赛不要影响到我们这个 AG QQ 会员直播战线的心情，不要影响到 TD。对对对，不要影响到 TD。那这一局呢，你觉得AG 主要是失误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 AG 的整体把控上太传统化了，太传统化了。就是说他的打法都是我们目前为止的主流打法，而缺乏一些新意。嗯。反观倾城，因为他没有打过这张图，那他们就一个虽说是新手，但其实是一个很老道的那种姿态进入这个地图中，嗯，他就会打一些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因为他第一次打嘛，对对吧？那 AG 就是，很常规的去防守，那就崩盘了。嗯，我们来看看刚才的数据统计。那麒麟 KG， 是麒麟的手太热了，杀十一杀，拿到了2.2的击杀比。反观 AG 这边呢，只有说伊文跟三三还是还有亮亮还是比较还凑合吧，而绝技跟李思南就整个就按俗话讲就查理了。是，其实我们这一个小的问题啊，我们这个 ACE 很明显是应该是麒麟 AG， 应该是 ACE 和 MVP 都是，这是个登录的错误，对对，嗯，是整体的状态呢也是，而且看林肯的爆头率80%，对，真的是还是很高，还是很高，还是很高，太准了，对，非常的棒。主要是我觉得这局主要是七零太神了，七零太神了，有点神的有点过分了，其实过分了。嗯，怎么说呢？不知道等下的这个 TD 中能不能保持这种手感。如果说真的保持下去的话，这种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还有林肯，还有林肯，我们可以看到。太准了，连着三个，各种三杀，各种爆头，对，真是没办法解释，根本就，怎么说呢？也希望还是给 AG QQ 会员时空战线来加加油吧，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接下来的 TD 中呢，鼓出一口气，拿出自己的特点，对，拿出自己的特点。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您带来第二局比赛。